小朋友平时去室内游乐场玩一两个钟都不愿走，但红磡这间儿童室内游乐场180元起就可以玩足7个钟，无限次出入，再入场都仲得。放电手算一定是城网站。米高滑梯，细路玩到 V 哇鬼叫，波波池就唔使讲，几时都咁受欢迎。男仔多数都中意玩车，呢度可以玩遥控车仔、斗圈速，或者玩铲泥车同恐龙大斗法。电动车仔亦都好受欢迎。文静的小朋友可以堆下沙，这里也都有齐中英文童书，可以慢慢看。还有 LEGO 窝任你砌，还有不同 DIY workshop 可以参加的。